车就去甲恁接，啊，位海边驶到山边，啊，佫佫驶到海边了吼。啊，这段路也是真正遥远就对啦。啊，佫吼，阮甲恁布料较无好势，啊，所以咧，司机先生吼，啊，就来安尼，伫安那火车关了钟啦吼。哎，一天来点外钟啊？哦，伊要一，哦，点外钟要两点钟啊啦，真早就来啊吼。啊，真欢喜，因为诶，各位有这个爱心意，啊，要来这台湾真多，啊，真难得，啊，这内底真侪拢老朋友吼，真侪拢蛮热闹个啦，伊关拢做啊真好，该关户比阮个另外关户吼，啊，那上较好起来款吼，啊，家己个生活环境吼，原来比阮较好啦，阮今年个迄个民调吼，啥物幸福指数吼，阮较歹势啦，阮倒数第一名个啦吼。啊，但是呢，阮遮个时代人，阮遮时代真快乐啦，所以伊种民调不一定是正确啦。哦，来等者看阮遮个时代吼，你著知影讲哦，六零若来参加六零个，大家拢真快乐。啊，大城原来有啦，啊，小地方较济啦，小地方也有六七成啊吼，啊，大城就较少对。啊，过来就是，阮。就是哦，咱讲历史啦吼，爱就对啊吼。OK。第一个是，阮文员都较少人。啊，那个非常感谢我们园林，这边是土库嘛，对不对？我们执行长还有所长，刚刚说张所长对不对哈？所长，郑所长，郑所长，所长好。哎呀，还有各位我们乐林中心园林，哇，刚刚进来就看到我们的热忱嘛，吼，可见我们那里办得很好。可是我不是长官，我只是负责引言。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给各位认识，好不好？好，再来，现在乐里今天活动的承办单位是我们那个松山国小新任的杨龙的杨校长，我们有校长。对，现在是校长，我是沾光这样子而已的哈。然后我们辅导委员也来的，我们辅导的校长站起来跟他们打招呼一下，好不好？哎，胖胖校长。这是我们中心的三位辅导委员，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们乐林的各中心每一个都负责人啊。我们今天来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访我们贵中心啊。那我们先，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小纪念品，当然还有，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纪念品。我想是请谁谁？我万景清方面的小盖子，我走去了啊，谁？是，来我们各位，我们给他掌声，掌声不断，好，谢谢。哎，等一下，我录制一下，我也要录制。食料真真哦，83岁哦，大家早前拢是食蒜头，即蒜头，早前是蒜头男在咧食蒜头。拍照存证啊。就是礼轻情意重。